小黄瓜苗，杏子，捞面。首先用滚水帮啲杏子解冻，滚水除咗可以快速解冻，仲可以去除雪味。有人话杏子系海里面嘅人参，营养价值高，含丰富蛋白质，具有补虚嘅功能。杏子肉可以清热解毒、利小便、消水肿。另外，杏子亦都含有锌同埋锰，有健脑益智嘅作用。不过杏子都几寒凉噶，脾胃虚寒、容易肚屙嘅人就唔好食咁多啦。杏子解冻之后，就可以用刀将佢解开，去除内脏。将杏子肉由个壳度剥咗出嚟之后，用牙刷擦干净头尾嘅污渍。落盐，捽下佢，再用水清洗干净。面喺捞起之前先试食下，咁就可以调节到自己中意嘅软硬程度啦。小黄瓜稍微灼下，转咗鲜绿色就可以啦。杏子肉由半透明变白就得啦。加啲橙皮落去，唔单止可以调味，仲可以加添色彩，增进食欲。捞面嘅汁咧就有醋。大概两汤匙橙汁，两汤匙生抽，一茶匙麻油，一茶匙蒜粒，一茶匙。